会调两捆来化淡的，然后这边生的你就不要粉了啊，生的话就不要用粉。首先要把这个皮泡够水，泡够水以后呢，这个要搞，你看由浓到淡这样调，啊，然后就笔尖再沾胭脂，就是更深一点，让胭脂跟曙红也调和一点。 尖的最浓的，然后就可以下笔了。那么下笔先把花中间这部分先画出来啊。那现在我就是画一朵向下开的花啊。向下开的花。掉过来。啊，不需要把纸掉过来的。这里面用笔呢，它有。 大大小小要有变化啊，有整的有碎的。那么剩下这个笔肯定是淡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剩下这个颜色肯定是淡一点了。 淡这边，这个白的太多，会用点水把它。 啊，只要是有的半让它碎一点，这样画起来才生动，是吧？啊，这个画就是这样向下的，不需要掉过纸，画了以后才。